因为我是一个四川人嘛， hiphop 这个东西在我们那边其实很盛行，从小接受的熏陶给人一些能量，所以就是一直很喜欢。我们现在在北京，然后现在出发，我们要去青岛的大蘑菇音乐节。我自己属于自己的一首 rap 的话，其实就是把自己热爱喜欢的东西并把它实现，就是心里面会有一那种喜悦，还有那种成就感。我觉得也是缘分吧，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好 bro 盖哥 Bridge 他们做的这个大蘑菇的音乐节正好在青岛，然后他们向我发出了这个邀请嘛，然后感受和身边的好兄弟们一起去享受音乐，享受现场，所以觉得很有缘分，也很开心。今年去了好多地方，说起青岛就会想起哈啤酒，吃嘎啦，也有海边可以出海，很美丽，这种感觉就是很充实嘛，一直在没有停歇的奔跑，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不同的人文，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，然后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精彩的事情。 LV 最经典的两个，一个是 Keyboard， 一个是 Horizon 嘛，但是就我自己更偏向于是 Keyboard， 因为是我自己使用最多也是自己更喜欢的吧。这次来音乐节必须要带的三样东西，四肢和嘴还有 Keyboard。又要上台了，兄弟伙们，给我把你们的能量都给我，跟着我一起造起来，把这个地方炸掉。其实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演员，这一次是换了一个视角，发现视野会开阔很多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己工作上的全新的体验。